杀了我？为啥？我对你不好，给我闪回。盘点全网大型悲剧现场，我碰都没碰过你，你跟别的男生好呢？对不起什么呀？你发自己的裸照，发刷视频给别人，你跪下干嘛呀？你都没给我发过这种照片啊！啊，你以为我妈妈来了就有用啊？你要不要我把你这些发刷的这些视频给我妈妈看？对不起啊，这么裸照啊？你错了什么的呀？你看开始不是句句有词吗？对这婚姻没有新鲜感，实在知道错了。你跟谁聊天的？啊？我都看见，我都裸着呢。你跟谁聊天的？你有病吧？啊？我对你那么好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背叛我？我没有。你是不是出轨了？没有呀。你怎么这个样子？那没聊。聊没聊？我刚才我都裸着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我就跟你离婚，如果不嫁给我，我就跟你将就过。我去离婚了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不去离婚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做。你从法道德上，我当时教他去，都不允许的。他如果告你的话，你属于是有过错这一方。过得更好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离婚快，是不是？你是为了离婚快点，你故意搞成这样是吧？对，就是。你们通的话，我全部都听的。你降下来找你，这个有老婆的啊。等我兄弟过来先，不要动，来你不要动，没有什么好难看的，你们两个准备难看就行。你快帮我！我刚才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哎，没有什么，你们来开房干嘛？怪不得每天跑来海口偷情，你们两个已经几个月了，我懂你们很久了，没有抓现行了不？老公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？你要当爸爸了。那看来你俩发展的挺快的嘛。你说什么呢，亲爱的？过几天我和几个姐妹要去内蒙古自驾游，你要去吗？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哟。你就不怕你老婆发现？怕她干什么？窝囊废一个，要不是有几个臭钱，谁愿意跟她呀？她跟你可没法比，你可比她厉害多了。我每天有很多的工作要忙，而且咱俩同房的机会是少之又少，每次同房都会让我做安全措施。你告诉我，孩子是我的。我上次偷偷……你是想说你上次偷偷做了手脚是吧？用不用我把你手机里发现的视频再给你看一遍啊？我想给你点脸，你得要面子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跟我离婚是吗？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发誓，我爱的只是你，我从精神到肉体都没有出过轨。快收起你的嘴脸好吗？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你是想让我养你跟别人的孩子是吗？你要不要点脸？从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个穷小子，你瞧不起我，我拼命，我努力，就是为了不让你吃苦。我也没有要求过你帮助过我什么吧？现在我创业成功了，我得感谢你的不离不弃。既然你铁了心的想离婚的话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给我20万，咱俩立马就离婚。要不然走法律程序，你的资产也得分我一半。你真是癞蛤蟆爬脚面，你不咬人，你膈应人。20万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。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去找你妈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。我告诉你，别去打扰我妈，否则我会让你很难看。明天早上民政局见。你说的没错，离婚财产的确应该分你一半，算你识相。但是你别忘了有一点，婚内出轨，净身出户。回想天外来无影，仰视而复得你在世俗里的名字被人用了。新人，
对啊，我北京的。不是本地的吗？不然。那你在那边有房子是吧？对，有房有车，然后一年大概300万左右。听说你以前是做模特的。对，是做过一阵子。怪不得长得是挺好看的。还好吧。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就是我是有老公的。你别说为什么我跟姐姐在一起，是因为我老公长得太丑了，我不想跟他一起生孩子，我不想我的孩子长得像他那样丑。但是我觉得你在6.0-8里照片很不好看，那我就约你啊，你出来了，那我们生个孩子，我老公又不知道啊。你说，人家活好劲大，伺候的我风风烈烈的，咋了？我就喜欢，我老公出了差3-4个月不回来一次，我在家焊死呀。我对着你妈呢，你就说这样的话。我说咋了？我老公出了差3-4个月不回来一次，我在家焊死呀！我就喜欢，别看人家长得不好，人家活好劲大啊，伺候的我服服帖帖的，咋了？骗我，不该欺骗我的，我爱你，我不要钱，我要你，我要你，我3个月没有等到男人味的，那孩子像你。那是你的孩子，真的是你的孩子，干嘛骗我？哎呦，我想你了，咱们都2个月没有见面了。我也超级想你。那我给你一个惊喜吧，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了。我在楼下散步呢。那个你在哪儿啊？要不我去找你吧。我在。其实我没有来找你，其实。我觉得挺好的。拜拜。乖，别看我，没有下次。周月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爱的，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是。机会，机会，你手机又响了，他是谁？他只是我一个朋友。朋友是胡乱乱给人背出欠的。周远，谁呀？谁呀？说，不说我就骂，骂都不要说，说都不说，谁？说话。你干嘛呀？你的工资都给你了，你养你我死我给你卖死我死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怎么了呀？你干嘛呢？我在家楼下买东西呢。你自己吗？要不然还能有谁呀？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前任回来了。我他妈就知道你是个渣男。我后的余生我只有你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。没有一个男人天生就是渣男，如果你遇到，你可以问问他，他认真的时候输得疼。大声在哪儿呢？我跟我闺蜜逛街呢，买东西呢，都是下班我就回去了，怎么说了？张哲，张哲，你怎么今天这么早下班啊？我耽误你事儿了是吗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就是我一普通朋友，闺蜜呗，有完没完了？行，既然你也看到了，咱俩分手吧。感觉我配不上你是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天天围着你那个破班，你能有什么出息啊？我能废。不是你说谁窝囊废呢？啊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呢？他是窝囊废，你俩处对象，你来他让你嫁回去了。他是窝囊废，你哥买房首付谁给你拿的呀？啊，他是窝囊废。天天都舍不得给自己买，就给你攒钱买吗？那是他自己恶意的，我让他干了吗？你再说一遍。说怎么够了？
是我是个窝囊废，但今天我就爷们一把，从今天起你的世界再也没有我了。那五两零呢？我找到人了。啊，那啊啊，老刘。你怎么找到人了？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啊？你敢做，你怕什么呀？放在里面了，我，哎呀，你别进去啊！哦，你谁啊？修下这管道的行吗？哦，哎，我靠，怎么有人呢、啊？这里修空调的，修空调的，我们家空调不是在这边吗？我觉得那边不好，移到这边来。移到这边来？哦，我说怎么有人来，吓死我了！来，师傅，华子抽根华子来。他不抽华子，他不抽烟的。不抽烟，你也得给人家弄。我他妈这两天怎么过的？走了。就当咱俩扯皮了。一个人喝酒把我老婆喝成这样，你说陪你闺蜜喝酒，你他妈的开车接我，你跟你妈一个男人出去喝酒喝成这样。我到家了，你他妈家在哪儿？我们过来，给我丈母娘过来。La prueba de embarazo。Let it go.